三百哈，咱天文岁时六年啦吼，就是咱公司整理区哦，咱晋江沙街一块的，晋江沙街啦吼，咱一块的叫哦，也是咱这个咱都有观众哦，咱是有名气啊，咱台湾啊，咱是石龙窑哦，咱石龙窑啊，阿公啊吼，把咱下牙装啦吼。玄天上帝落駕起乩持燃香參禮殿內退駕氣勢威猛，国泰民安，大家啊顺良顺路啦吼，安在工作，大家事业兴隆，大家身体健康啦吼，家庭永远幸福啦吼。把咱话讲啊，比如咱玄天上帝，咱前面啊讲啊，比如啦吼，也是啊欢喜，大家心随心照顾，天天心随照顾啦，啊大家啊事业啦吼，国家啊健康永远幸福。啊，慢慢我阿公啊，啊，咱是做阿公，公司啊好事，你干啊好啊，来事事做咱大单事办咧。好啦，起来。哎，起来。咱正是咱这个上帝阿公啊吼，十二点半，咱有孙龙爷啊，吉祥公啊吼，咱吉祥公啊来出门啦吼，咱是从十点、十二点过一刻吼，咱来准时来到罗会到，啊是不是？确实，哦，啊咱确实，咱正是我讲啊，十二点过一刻吼，进前，啊咱就来，哎，咱到罗，咱到罗，哦。好啦，就好一针啦。